父神上帝，我们为这安息日向你献上感恩，是你召我们进入你的安息，以致在这一天我们跟你，我们跟周围的弟兄姐妹的关系可以得到安息，可以得到修复，我们再一次从你那里重新得力，走我们前面的人生道路。我们为此向你献上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祝你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圣三一堂三位一体后第十九主日早祷崇拜。诗篇147篇1到5节诗人这么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应歌颂我们的神为善为美，赞美的话是合意的。耶和华建造耶路撒冷，聚集以色列中被赶上的人，他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他数点新秀的树木，一一称他的名。我们的主为大，最有能力，他的智慧无法测度。让我们请起立唱入殿诗天赋世界，预备自己来敬拜上帝。会众仍然站立，我们现在聚集在上帝这属灵的大家庭里，要感谢主的大恩，颂扬主的荣耀，倾听主的圣经，又为世人的需要祷告，恳求主赦免我们的罪过，求主施恩，使我们借着圣子耶稣将自己献上侍奉主。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
我们应当在全能上帝的面前谦恭认罪。让我们大家一起跪下。凡是我们得罪主和得罪人的地方，我们大家一起同声的认罪。全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我们常在思想、言语和行为上得罪主，又得罪人，又因自己的疏忽，本性软弱，当做的不做，不当做的倒去做。现在我们痛改前非，决心悔罪，因着圣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求主赦免我们以往的罪恶，又施恩使我们成为新人，常侍奉主，就将荣耀归于主的圣名。阿们。全能的上帝，愿你饶恕一切真心悔罪的人，愿上帝怜恤你们，赦免你们，拯救你们脱离一切所犯的罪，坚定你们的心智，加强你们行善的力量，保守你们得享永生。这都是靠着我主耶稣。阿们。会众请请站立，我们这时刻向大家问候，大家平安。今天是三位一体后第十九日，那我们以今天的祝文大家一起来祷告。全能的上帝啊，甚至以为我们预备了又新又活的道路，求主赐给我们纯洁的心和坚强的意志，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这都是靠着我主耶稣基督。阿们。大家请坐。这时刻我们请与一株姐妹来读今早的经文。恭读经文，经文取自创世纪二章第十五至二十四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果，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上帝的话语，感谢上帝。感谢上帝。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从这个星期开始，我们教会又进入了一个新的讲道系列。我们刚刚的一个基督徒怎么看金钱，金钱观的这个讲道系列。那这个星期开始，我们就要讲基督化的家庭，就是基督徒的家庭。
要怎么样来进行。那么上个星期我们这个国伟法政牧师在这里跟大家讲到家庭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了三种的家庭，对不对？第一种就是你的原生家庭，你的有血缘关系的父母弟兄们孩子们所组成的原生家庭。那第二个讲到就是教会这个属灵的家庭。那最后他也讲到说跟全世界的基督徒所组成的这个基督的大家庭。那这个系列呢，我们就比较聚中讲原生家庭，就是讲你跟你的配偶啊，你的父母啦，你的兄弟姐妹跟儿女们所组成的这个家庭，应该要怎么样活出这样的一个家庭生活，才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榜样。那我们都知道了要找寻任何的依据，还是要回到圣经里面去，所以家庭我们要知道是上帝所赐的。所以今天的讲题就是家庭受神赐的起始，从一开始我们来看，家庭应该是怎么样开始来组成的。那讲到原生家庭，大家都知道一个家庭开始一定是一对夫妇开始的了，一男一女就开始组成了家庭，一个新的家庭。那新的家庭里面常常有一句话会这样问的，妻子就会问老公说，老公老公，如果有一天我跟你妈妈掉在海里面，你要救谁先，大家都笑，因为大家可能有被问过这个问题，或者有人有问过这个问题，是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会这样直接问，但是有时候是有意无意的就提到这些问题。比如说，你妈妈的感受就很重要啦，那你老婆我的感受你就不管了咯，再不然就是，做弟兄的，你爸爸的面子重要啦，你老公的面子就可以不管了啦，对不对？所以就是拿自己跟配偶的父母来做一个比较。那就这样的一位姐妹了，就问了她老公说，老公老公，如果我跟你妈妈掉在海里，你要救谁？那个老公就一脸就是很无奈的那个表情，好像图片中那个男的讲很无奈的表情，然后说，我谁都不救，我不会跳下去，因为我不会游泳，我跳下去我跟你们一起死而已。那老婆不放过他，不可以，你一定要跳下来，你一定要选择救一个。那老公讲，如果跳下来我跟你们一起淹死，我留在这边我活下来，搞不好我还可以照顾我们的孩子嘞。那老婆想想也有道理啦，就没有再为难他了。但是夫妇没有发觉，其实妈妈站在房门口，妈妈都听到了。然后从那个星期开始，妈妈没有再去活力星期五了。然后活力星期五的姐妹就问她说，哎，某某姐妹，最近没有看你来活力星期五嘞，你去了哪里？她讲，哎呀，没有了，我现在约了游泳教练，要学游泳。啊，你这把年纪你学游泳干嘛？她说，我媳妇问了我儿子这句话，我想，以后我儿子大概是救媳妇啦，所以我自己要学会游泳咯，对不对？果然这个老姐妹很有看见嘞。过了没几个月，太太又问了，老公老公，如果掉在水里，跟你妈妈掉在水里，你要救谁？哦，这次老公就没有这样一脸无奈了，他很开心，他说，没问题的，我不用跳下去，我妈妈会游泳了，我妈妈会救你。老婆没有跟他放过，老公老公，不可以，你一定要下来，你一定要选择救我还是救你妈妈。老公说，如果我跳下来你就死定了，我们三个人只有我妈妈会游泳，我是她儿子，她一定救我，等她救了我再回来救你来不及了。所以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继续问下去，没有答案的啦，对不对？没有答案的。不过呢，希望今天的讲到今天的经文可以给你们一点点亮光，看到应该是救妈妈还是救老婆先。当然你们不要对今天的讲道抱太大的期望了，因为很可能到头来也是没有答案的了。但是无论如何，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只能求上帝恩典，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让我们的父神，人的家庭生活实在是不容易，有时候关系与关系之间的这个争夺，有时候关系与关系之间的一些的张力造成的紧张气氛，真的让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享受我们的家庭生活。然而主，我们知道你赐给我们家庭，你是要我们在家庭当中能够蒙受你的祝福，能够来享受的。所以主今天早上就帮助我们，当我们在回到创世纪里面去看到你开始创立家庭的时候，
有怎么样的一个心意，那我就可以帮助到我们能够更好的经营我们的家庭生活。求主帮助我们，一切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那今天的经文一开始就讲到，上帝创造了人之后，把他安置在伊甸园，然后使他修理跟看守。那原文看守这个字里面也包括了保护的意思哦，这好像是 guard， 是防卫的，就保护这个上帝所建的这个伊甸园。然后当然当中就吩咐了啊，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吩咐完了之后，上帝就自言自语了，自己对自己 ，anyway， 上帝三位一体嘛，哦，所以自己跟自己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一个人独居不好吗？独居也挺不错啊，自己一个人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不用看人家的脸色，也不用担心讲错话得罪人，对不对？啊，自己一个人生活很自由自在。但是上帝偏偏要给他找一个帮手。哎，那个人为什么需要帮手呢？因为有工作做啊。你看经文里面就讲了哦，使他修理看守啊，有坏的地方，有做的不好的地方，要去修理它啊。有些东西旧了，慢慢变坏哦，你要去修理，而且还要看守哦。看守也包含了去保护它哦，免得其他东西来伤害。其实如果我们再倒回一章的经节哦，在创世纪的第一章里面，上帝第一次提到说有想法要照自己的形象造人的时候，他也说了，他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管理。管理什么呢？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飞鸟，地上的牲畜等等等等等。地上的牲畜还好管，天上的飞鸟你自己都不会飞，对不对啊？但是所以可见这个工作是相当艰巨的一个工作啊，不容易的工作，所以一个人做不来呢，就需要有帮手了啊。所以上帝愿意我们不是一个人独来独往的，上帝愿我们是有配偶互相帮助的。那讲到这里的时候哦，可能有一些是守独身的，或者是没有嫁娶的啊，千万不要误会说上帝不爱你，没有给你配偶，没有给你人帮助你。在教会里面，大家就是弟兄姐妹啊，只要互相帮助，那就不是用配偶来发挥这个相互帮助的功能，而是用弟兄姐妹来发挥这个相互帮助的功能了啊。那么上帝就赐了他们配偶，要来帮助他完成重大的工作。所以开始有配偶的时候，很大的一个目的是为了要互相帮助。而这个帮助哦，既然讲是有重大的工作要做啊，千万不要找一个人来帮忙你了。帮忙你是帮你越来越忙啊，哦啊，帮你给你更忙啊，不是那种帮忙啊，是真的可以帮到你的忙哦，帮到你使到你不会这样忙的哦。所以这个帮助在希伯来原文里面是 azer 这个字，那其中它意思是一个帮助，是一个很有能力、很大能的一个帮助来的。这个词在圣经里面出现的频率非常的高，常常有需要帮助的时候就会用。特别在诗篇里面，我挑了这一节，也是有这个帮助。诗篇33篇第20节里面讲说，我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他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盾牌。耶和华上帝是我们的 azer， 是我们的帮助。所以可见这个帮助是非同小可啊，不是，千万不要误会说以为你的配偶是你的助手、你的卡件、你的打杂的哦，你做最重要的工作没有用的就丢给他做。不是，这个帮助对你来讲好像是耶和华上帝自己帮助你这样啊。我们的上帝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哦，但是它是一个无形的帮助，所以上帝更愿意我们能够借着我们身边的伴侣啊，通过我们的伴侣来帮助我们啊，所以这个帮助是很重要、很大能的一个帮助来的。所以夫妇之间彼此建立关系，首先要彼此来帮助啊，做丈夫的要帮助妻子，做妻子的也要来支持丈夫，那么是竭力帮助对方完成他的人生使命。我用了这个比较大的字，人生使命。
我之前的讲道都有提过了啊，我们身为基督徒啊，上帝呼召我们来成为他的儿女，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使命。共同的使命是什么呢？好好的遵守大诫命啊，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其次爱人如己，大诫命，对不对？另外呢，就是要执行大使命，要去使万国的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啊，然后带领大家把耶稣所吩咐的教导他们。所以这两条哦，大诫命、大使命是每一个基督徒共同的使命。但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个人的使命，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所处的环境都不一样啊。有的人是来自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哦，他学识很高，那怎么样用你的学识，用你在基督化家庭长大的经历来帮助其他的人，去执行大诫命，去完成大使命。有的人可能是半路出家的，走了很多年的生命道路才来信主，但是上帝也祝福你有足够的财富，你的情形跟前面那个又不同了，你要怎么样利用你的财富，利用你这一条走来不容易的道路来进行，去活出你的大诫命，去进行你的大使命，怎么样来祝福其他的人。所以每个人的处境不同啊。如果你是医生的，可能你会每年去参加这些医治不刀啊、医治短宣队啊。如果你是做律师的，你可能会帮助教会处理一些的法律文件啊。如果你是做啊，对啊，讲到这个做律师的，我们这个教区的这个 registrar 这个注册官全部都是退休法官、退休律师来的哦。那么还有一些就是如果你的专业是什么，你就可以用这一些来服侍上帝。所以每一个人的人生使命是不一样的。作为配偶，你就要帮助你的配偶去完成他上帝给他的人生使命。在这里就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分享哦，就是我在神学院受装备的时候看到一个很美丽的故事。我的一位老师啊，他是很年轻就被呼召出来做了女牧师，但是随着他的生命的成长啊，上帝也呼召他到神学院教书，所以他必须到外国去完成他的博士学位。那时候女儿才刚刚出世，还很小，怎么办？不可能夫妻分离了哦，所以他的先生毅然地放弃了他在这个精神科方面的工作。在精神科方面的工作啊，陪着太太带着年幼的女儿一起到国外去，到西方国家去啊，太太收装备啊，读她的博士学位，先生照顾女儿，在那边找了一份跟自己的职业没有关系的啊，是帮忙照顾幼儿的一些的工作，然后自己照顾女儿，让太太去完成她的学位。太太完成了学位，回到新加坡，在新加坡教书的时候，先生找到了新的人生方向。他本来就是心理学方面的，现在又接触了幼儿教育，他心里面就想说，是不是上帝呼召我？结果轮到先生去受装备，专这个儿童心理学，然后太太呢，就一面教书，一面照顾女儿，支持丈夫去完成他上帝给他们的人生使命。这个故事是不是很漂亮啊？真的是彼此要完成上帝给你的使命，但是你的配偶成为你的助力，这个是一个每一个基督徒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所以作为一个夫妻，作为家庭开始，最开始的目标，你们要互相成为对方的帮助，完成上帝给你们每一个人不同的人生使命。那讲到这个人生使命，讲到这个帮助的时候，上帝在经文里面提到这个帮助的时候，他特别给了一个形容词，是一个什么样的帮助呢？在我们继续往下看，刚才看了15节到18节，像我们看第19节开始啊，那上帝就让这个亚当看了他各样的飞禽走兽之后啊，给了他名字，但是却找不到配偶啊。上帝用土所造的各样的飞禽走兽带到人的面前看过了，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然后讲到这边的时候，你会看到英文的经文好像有点出入。英文讲什么 ？A suitable helper。Suitable 如果你翻译成华文，是一个适合的、适当的一个助手，没有讲配偶嘞。如果你照配偶去翻译的话，英文应该是 did not find a spouse to help him，
对不对？所以到底是配偶呢，还是说是一个适当的帮助？又要回去原文了啊！那这一次在上帝在不是上帝，旧约经文里面啊，这个希伯来文用的这个字是 nege， 哦，在 nege 是那个字根 ，OK， 然后从那个字翻译到就是到用的时候啊，它是 connecto。OK， 就是加了一个 k 在前面，然后加一个那个 d 啊 ，d 尾再加多一个 o 啊。那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nege 其实是在你眼前，在你面前的啊，跟你面对面的，相对的啊，就好像夫妻结婚的时候，你看我，我看你，交换戒指这样啊，面对面，在你面前的。当他用到那一个字形的时候啊 ，connect do 的时候。它是指一种面对面或者是一种对称的成对的成一对的那一种的意思。那在旧约经文里面这个也是常常出现的一个字比如讲说会众站在祭司的面前就是在祭司的 nege 在他的面前王站在他的子民的面前他也是用这个字我们建造房屋左边的对着右边的对着也是用这个字。那这边特别挑了一段是从尼希米记里面抽出来的经文他讲到说利未人的族长是这个哈撒比这些人的名字然后与他们的弟兄的班次相对照着神人大卫的命令一般一般的赞美称谢。这边是讲到尼希米这个圣殿重新建立了之后他就安排一些人一些以前祭司的孩子们他们的血统然后让他们跟他们的弟兄们组成一班一班这些一班一班怎么样是相对的相对来做什么呢 相对的来赞美称谢上帝面对面这样来称谢上帝有没有让你想到这样的一个画面好像教堂里面的诗班左边一群右边一群面对面成对的一起的来赞美上帝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一般一般的按照他们的班次面对面的来赞美上帝所以左边的诗班跟右边的诗班一样吗也算是一样啦因为大家一起口唱心和你讲不一样吗也的确不一样因为是不同的人不同的班次不同的带领对不对所以这个就让你想到什么成对的东西好像你的鞋子这样一定要一样的你不可以说我左脚穿运动鞋右脚穿高跟鞋那你走路就不行了即使两对都是运动鞋的话也要相同款式对不对所以一定的程度上是要一样的但是你左脚右脚不能穿同样的鞋啊对不对鞋子有分了你看那个弯弯的你就知道这个是穿左边的这个是穿右边的你右脚的鞋穿到左脚左脚的鞋穿到右脚你走路就很辛苦了所以也是成对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的不同但是因为这个不同他们变成了一对所以夫妻间的关系是有不同的好像左脚右脚不一样但是呢你们也要相匹配的对不对不可以说一边穿高跟鞋一边穿运动鞋那就不行所以夫妻的关系应该是成对成双的。所以如果这一段经文比较精确的一个翻译就应该不是用配偶。但是你也可以理解啦为什么华人会用配偶因为是成双成对嘛对不对一男一女成一对的话那就是配偶啦但是它原文的更正确的翻译应该是相称的匹配的成对的跟它可以成为一对的这个帮助那讲到这边大家就可以从当中抽出一些意思出来了夫妻是不相同的爸爸有爸爸的功能妈妈有妈妈的功能爸爸是那个赚钱养家保护家人的妈妈是那个温柔体贴照顾小孩的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色当然我这样讲是一个常态啦我们也碰过有倒过来的太太是外面努力赚钱丈夫是在家照顾孩子的但是两个人的功能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两个人是成对的所以是同样重要的你不可以右脚穿鞋左脚不穿鞋或者是右脚穿鞋左脚穿拖鞋是成对的是匹配的但是呢还是有不同而且同样重要
缺一不可。我相信你们也看过一些的家庭哦，单独一个妈妈或者单独一个爸爸来带这个家庭是很辛苦的啊，缺一不可的。所以我们夫妻呢就要成为彼此的帮助，要了解到我们是同等重要的啊，千万不要有那种想法说啊，我是老公我比较重要，我是一家之主，太太是听我的啊。这个是一个功能上哦协调的功能来的哦，但是两个人的重要性是同样的，所以夫妻呢是平等的啊，也是对等的啊，平等大家是一样重要，对等呢各有各的功能不同，所以爸爸做好爸爸的工作，妈妈做好妈妈的工作，那这个家庭呢就能够很顺利的进行了。那讲到这边，我们大家就可以看到哦，夫妇间的关系哦，其实是非常亲密的哦，他们要彼此的支援，彼此的帮助，然后要追寻他们各自上帝给他们各自的人生目标，而且他们是平等的，是对等的。一方面要了解到我们是一起的，一定要合作，但是呢，我们的功能又不一样。像你要迁就我，我要做好好爸爸的角色，妈妈要支援我啊，妈妈要做好好妈妈的角色，做丈夫的要支援她。那这样子一个亲密的关系呢，到底是从哪里开始的呢？就从上帝找不到配偶开始哦，从上帝带领这个男人找配偶，结果找不到配偶开始，找不到配偶怎么办？上帝也不能硬硬塞一个给他了哦，对不对？所以上帝就说好了，给他睡觉咯。然后上帝从他的肋旁拿出一根肋骨，用这根肋骨造了一个女人，把这女人带到亚当的面前哦。然后那人看见了这个女人的时候，他就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的身上取出来。那讲到这边，你从华文啊，男人女人，可能你会觉得有一点为什么讲女人是从男人当中取出来？当然经文有解释哦，但是从那个字义看不出。英文你就稍微看到一点点，对不对 ？Man, woman 啊，那个 wo 是不是指出来的意思啊？啊 ，man, woman 从 man 出来的。但是如果你看希伯来文的话，就更明显了哦。希伯来文 man 男人或者是人哦，称作 ish， 女人呢 isham 出来的意思。Isham 男人或者人，然后从人出来的那个人、哦、所以这边要看到一个关系哦，是原本是一个人的，从这个人当中取出来。然后接下来这一句经文就有意思了，因为这句经文一开始就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不是那个离开父母，不是那个成为一体哦，是因此。为什么我们会用因此？我昨天睡得很晚，因此今天讲到好像有一点语无伦次。因此，所以前面那个是理由，对不对？因为这个理由，所以因此现在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现在出现的一个状况是什么？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因此前面的那个是讲为什么，那个理由，对不对？啊，理由是什么呢？本来就是一个人而已，上帝本来只造一个人，现在从这个造的人当中取一部分出来，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因为是取出来的，因此现在要重新联合。所以你看到那个关系的亲密吗？原本是一起的，原本在你们彼此认识彼此相爱之前，你们原本就是一体的，上帝从这边造了另外一个，因此人就要跟妻子重新联合。那么这一段的经文讲到这个结果、哦、刚才、哦、是因为是从人同一个人那边出来，那个是原因、哦、结果呢，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所以你看到与父母的关系呢，是一个离开的关系啊、原文用的一个词汇是 kirei， 而是切断的意思，是用刀把它切断，切成两段的意思、啊、所以因此人要离开父母、啊、与妻子联合。其实当一个人一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就已经跟父母切割了，
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当一个婴孩生出来的时候，就要跟父母切割了。切什么东西？脐带，对了，脐带如果不切断的话，脐带是妈妈的身体供养营养给孩子的，如果不切断的话，孩子就永远依赖妈妈。所以切断脐带，孩子要学习独立生活了，呼吸他人生的第一口气，他的心脏开始自己运作了。其实心脏已经运作了一段日子了，但是现在没有了再靠妈妈了，必须自己来运作了，那么就成为一个单独的人。这个切割的功夫，很多时候父母都觉得很难下刀，很难做，但是如果不做的话，以后的后果是很大的。当然一出事的时候，如果脐带不切断的话，那就活不下去了吧。但是孩子长大的时候，父母没有办法跟他做一个切割的话，以后会造成一个社会问题，现在越来越多越来越常见的一个社会问题。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词汇？啃老，啃刺的啃，咬的意思，老是老人家的老，啃老啊，就是很多年轻人啊，到了三四十岁可能是人生碰到一些挫折，读书的时候遇到一些不顺利，或者去第一次做工的时候遇到一些挫折，不要去做工了，待在家里做宅男做宅女啊，靠父母养，叫做啃老。就是因为没有办法好好切断，切断懂得独立，自己成立家庭，跟太太开始或者跟丈夫开始来打拼，所以跟父母的关系是一个割断的。这边是用离开父母这原文 kire 是切断的意思切断那个关系，不是说以后就不要照顾父母了在婚姻预备班的时候我也常常叫做，不是这样说以后就不要去照顾父母，而是说不能依赖他们，你要学习自己经济独立，自己的家要自己去管理，家里的卫生要自己去打扫，家务要自己做，而不可以 expect 父母来帮助你了。偶尔父母出于爱心帮助你，感谢主要感恩如果父母没有做，你那是你的责任，你要自己去做的不可以指望父母不可以去啃老所以夫妻因为这样的一个切断儿子跟爸爸妈妈切断，女儿跟爸爸妈妈切断之后，夫妇两人成为一体联合成为一体，就彼此帮助了。而且刚才开始讲的那个彼此帮助同等的重要，彼此的配搭就进来了。所以配偶呢到头来是联合成为一体。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夫妻间的关系是所有关系中最深最重的那个关系。一个家庭可以成立，是因为一男一女成为夫妇，开始一个新的家庭。以后孩子陆续而来他们有一些的旁边的资源兄弟姐妹之间的资源，然后等到孩子长大了他们成家的时候又是一个新的家庭了所以夫妇可以给孩子最好最好的礼物，不是去爱他们，而是你们夫妇自己真正的全心投入的去相爱。当爸爸好好的爱着妈妈，妈妈好好的爱着爸爸，互相支援，给孩子一个很好的榜样的时候，孩子们看着说，以后我长大了，我也要找一个像爸爸这样的一个男人跟我一起来打拼，一起来建立新的家庭儿子也会说，我长大了要找到一个像妈妈这样的女人，然后跟她一起组织家庭像爸爸像妈妈这样活出一个有上帝家庭的这个榜样。所以不是最好的礼物，不是去爱他们而已溺爱有时候是很糟糕的反而是自己做榜样，夫妇彼此相爱，彼此支援，然后一起来照顾孩子，那个才是对他们最好的最好的一个资源。因此今天的讲道来到最后的总结家庭受神所赐的一个启示里面，我们看到我们夫妇之所以存在，之所以要建立家庭，是因为要彼此帮助。特别是当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有上帝给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独特的生命的使命的时候，做夫妇的做太太的支援丈夫，如果你丈夫是有去宣教的这个心智的，支援他帮助他如果你太太的是有一个在主日学教导要成为影响孩子生命的，做丈夫的你怎么样去支援他
那么要记得，在支援的过程当中，你们每个人的功用是不同的，做爸爸的，做妈妈，做丈夫，做太太的，功能是不同的，要互相弥补，而且记得你们是同样重要，千万不要说你的比较，我的比较重要，你先帮我完成使命。我刚才讲的那个神学院的那个故事啊，也是先生先帮太太完成他的使命，再转过来太太帮助先生啊，所以大家都是平等的，没有说谁比较强谁比较弱，按照上帝当时的带领，哪一个先就先做哪一个。最后，夫妻乃是所有关系中最深的关系啊，甚至我可以说夫妇间的关系比他们各自跟各自的父母间的关系更深，因为圣经的教导是要离开父母与配偶联合成为一体。所以回到今天早上一开始的时候讲的那个问题，所以应该是先救谁，老婆跟妈妈掉进海里面先救谁，按照圣经的教导了啊，其实是你太太是跟你关系更重的一个人，但是千万不要回去跟你妈妈说，牧师讲哦，叫我救我的妈，别救了，不要害我哦。讲关系真的就是配偶的关系是比你跟父母的关系更深更重要，但是遇到这种情形哦，要看情形啦哦。如果你妈妈会游泳，或者你太太会游泳，感谢主咯，这个就那个婆媳关系会更好啊。搞不好你有好像我这样，我有一个没有结婚的弟弟在我身边啊，刚刚好的哦，我去救老婆，你去救妈妈，哦，所以看情形啦哦，千万不要回去跟你的父母说，牧师讲叫我救老婆，不要救你。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确是夫妻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一个问题到最后还是没有答案啦啊，看情形啦啊。但是最重要的是跟你的配偶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因为你们就是这个家庭的基石。我们把我们这样的一个家庭向主来交托。爱我们的父神上帝，感谢你今天早上你留下的这一段创世纪，你一开始建立家庭的一段的经文，帮助我们厘清主，我们在你面前要活出一个基督化的家庭的时候，夫妇间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帮助我们作为夫妇，我们知道你让我们有配偶，就是要让我们彼此的帮助，让我们帮助我们的配偶去完成他们的人生使命，特别是那个主你给他们的独特的人生的使命，让我们成为我们配偶的助力，帮助他们，以致主我们也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知道我们虽然功能是不同的，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不同的，然而我们夫妇是同样重要的，在你面前你同样珍惜我们每一个人，要我们发挥我们在你里面所领受到的使命。主帮助着我们建立基督化的家庭，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钟牧师分享上帝宝贵的信息，这时请会众站立，我们大家一起唱回应诗，我们爱让世界不一样。照亮，扶持拥抱。
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这时我们用使徒信心大家一起宣认，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如同真理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布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这时让我们一起跪下，我们请毛继凤姐妹带领我们一段的祷告。我们同心合意的赞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全能永生的阿爸父神，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感谢你的施恩的手看顾我们，保守我们，保佑我们每个人都身体健康，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跪拜你。主啊，我们凡有血气的是应当称颂你的，
你是一位配得我们称颂的神，你是独一无二的神，你是世有永有的上帝，你是以马内利的神，以我们同在的神。我们重新合一来呼求你的名，我们求主怜悯我们，用你的我们中的求靠你。父，我们谢谢你恩高你的仆人今天所讲的荆棘，我们献上感恩，也求你帮助我们做神的儿女。在夫妻方面，主啊，看我们学习每个人都做不到，求有你的爱，从你的爱倾倒下来，让你的爱充满我们，胜过我们的老我，让我们能够做夫妻的角色中，能够以神的爱彼此相爱，彼此的饶恕，也彼此顺服神的真理。也求主给我们每个人有一个谦卑的心来仰望你，荣耀归给你。父神，我们也为我们的新加坡献上感恩，谢谢主保守我们新加坡的小红点的国家，谢谢你保佑我们的总统、总理、部长、国家领袖、议员，他们身心灵都健康。也谢谢主赐给新加坡有和谐 的相处一起，也让主赐给新加坡的掌权者有智慧如何的处理，让我们新加坡平安度日的生活，也让很多外国的人来到新加坡生活都有自由来认识我们的神，我们的救主。荣耀归给主。主啊，我们也为做教会的为主，主也纪念印尼的教区的主任金摩迪冲，所有带领的印尼的各区的各堂会的牧师、传道和同工，求主赐给他们一颗爱灵魂的心，并加深他们的侍奉所需的智慧和能力，带领他更多在当地的居民归向主。纪念郊区十一月份的联合的乐龄的聚会和联合的儿童营，恩高各位的讲员高莫他们所讲的荆棘，帮助所倾倒的人都被感动来归向主。求主也感动弟兄姐妹们投入的报名参加，为了救灵魂而带领那些更多不信主的人参与。父啊，求你帮助我们，借助我们来带领人进主，荣耀归给你。求主也保守本堂的圣上一堂的两堂的牧者献上祷告，求主也祝福他们跟教牧同工们和信主领袖密切的配搭，同心合意来推进教会各种的事工的进展。特别纪念本堂的主的华文部堂的领袖，他们的顺利进行。我们也为做十二月的十七日的社区的圣诞节目来预备的事工献上祷告。父，我们需要你的天上来的智慧给你的仆人，因为只有你还知道那里的迷失的人民的心是要怎样的。求你释放他们，给那里的人无神论的百姓听到这个圣诞节的好消息，让他们当天去参加的时候，主的平安喜乐与他们同在，让他们听了这个节目被感动，被悔改来归向主，让更多灵魂得救来归向主耶稣。求主也纪念那些身体软弱的弟兄姐妹献上祷告，又是你所爱的洪良丽，你所爱的女儿病了在医院，求你借助医生的身上医治她，让她全部得到痊愈，恢复健康，来到主的圣殿跟我们一起来敬拜和歌颂主。主啊，也纪念那些在治疗当中越来越好的弟兄姐妹，不论在养老院和在家里或者在某方面的休息，都求主祝福主的儿女身体健康，让我们的身体是神的圣殿。求主教导我们如何靠你喜乐，靠你得胜又得胜有余，来荣耀你的名。求你也纪念宣教士的你的
儿女林爱川和王小凤他们的侍奉，求你保守和保佑他们身心灵健康，求主赐给他们智慧如何的做来荣耀主的名，还有宽大在主的平安乐灵的施工，需要你给他刚强壮长，给他智慧跟同工们一起配搭，让他们所做的一切主你来纪念，主来保守看顾，让他在那里也能够做美好的见证，影响那些不信主的人能够看到神的儿女归向主，荣耀归给主。谢谢主，请我们同心合一的感恩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圣名求，阿们，哈利路亚。一起祷告，用主耶稣基督所教导我们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父的名为圣，愿父的国降临，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父今日赐给我们，又求饶恕我们的罪，如同我们饶恕得罪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拯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父的，世世无尽，阿们。会众请坐。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这时候进入家训的分享。在还没有做任何的分享之前，在这里我们要欢迎每一位出席我们今天崇拜，无论是线上或现场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当中有没有第一次来在我们当中一起服侍的，一起敬拜的有吗？可以举手一下吗？ OK， 没有的话，让我们也继续鼓励我们是帮助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来明白教会的生活，也继续欢迎和邀请他们来教会。好，另外一个报告就是我们主日茶点每次崇拜完之后就在交谊厅进行。我想这个茶点前半段主要是英文堂在负责，他们分派这些食物，然后我们之后华文堂的弟兄姐妹之后在九个字的时候就借他们的工作，然后负责清洗整理的工作，这是两堂的这样的一个配搭。而我们也希望就是借助这样的一个服事，把我们的教会更加放在一起联系在一起，也让弟兄姐妹借助如此的服事，我们两堂的弟兄姐妹也能够有更多的接触交流。所以散会后请大家留步在交谊厅我们一起享用，然后轮值的这些组别我们都会列下，我们就请有关的组长和组员注意一起的来参与服事。之后今天下午早上对不起是11点，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华人堂会的领袖的召集。我想过去我们教会一年有4次的召集其中2次是跟英文堂一起的联合，2次是分开，所以我们鼓励在我们教会服事担任责任的弟兄姐妹一起的来投入来参与，借助这样的一个领袖的召集，帮助我们能够不单了解我们自己的事工，也能够整体性作为教会的参与带领的领袖们，也能够整体的了解教会的使命，教会所要做的。因此我们在配搭的时候我们就更加能够顺畅。所以请所有的这些组长们我想我们这些领袖的，包括就是你所带领的有影响一小群人的，你就是他们的领袖。所以小组组长主学委员会读经员，还有各个不同委员会的这些委员们，我们都希望你能够来参加。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指明你是谁是谁，但是我相信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当你在负责不同事工的时候，你已经知道了你的责任和你的使命，我们就盼望你能够主动的来参加。有什么华人很客气没有叫我，我不要去
这个我想不要这样客气啦，那客气啊没有饭吃了以后 OK， 所以请大家注意，所以这个礼拜的小组聚会我们暂停，然后活力星期五来临的是蔡传道来带领长者与儿童的隔代关系，然后请大家也一起来参与，特别是年长的弟兄姐妹或我们鼓励时间允许的都来一起参加一起的来建造。那联合乐龄的聚会在教区的过去已经报告很多次，凡是已经报名而且你要有这个跑掉而且你是报名了了要来参加的，有告诉我们你要专车巴士接送的 OK， 专车他讲为什么不是罗斯莱来的这个 OK 是巴士 OK 九点在这边集合，然后我们会出发时间11月4号，然后每年11月第一个拜六教区都定为是禁食祷告的这样的一个日子，鼓励教区所有的会友能够围坐教区的一些事项来一同祷告，当天有一个联合的聚会这个叫蒙，不要怪我们，这个是教区给的 OK， 怪他们 OK， 怪了又怪我，我就假了OK 这个九点半开始聚会，然后张主教有一个分享，之后呢我们会分成不同语言的这样的一个祷告聚会，所以我们也围着这个聚会，我们十一月教会的祷告会我们暂停一次，我们鼓励弟兄姐妹一起的来参与，在这个大家庭里面我们一同的来服事。当然另外就是这个儿童营我们已经报告很多次了请报名的或家长鼓励带领的儿女参加然后12月17号我们将会在平安邻里社区有一个圣诞的聚会我们鼓励，当然这个聚会是为了当地的这些居民我们鼓励弟兄姐妹能够参与可能你没有什么工作的被分配，但是不用紧，你的出席就是一个鼓励，你的出席也让我们让周围的人知道这个是教会的一个见证。当然我们需要一些其他的义工来负责如果你需要参与一些义工，包括分发食物做其他的招待或指示的工作，请你们跟日信执事来联系当然这个大家所关注的这个问题我们接到通知我们的钟牧师他在明年1月1号将会从我们的三义堂调派到诸圣堂去继续牧养的工作，所以当然我们还有大概2个月的时间好好跟他聚一聚，之后呢当然我们还是在教区的 大家庭里面还可以聚聚不过我想我们要代表教会谢谢他过去在我们当中的服事牧养，而且特别他把新冠病毒带来了之后不要不要等下又怪我他是来了之后新加坡有新冠病毒 OK 然后我们就经过一连串的阻断措施等等等等这些更加增加了我们牧养带领崇拜的困难他在这个期间都一一的帮助教会来克服度过，然后当新冠病这个疫情慢慢的已经减缓了，我们要恢复实体的时候，他又慢慢的把这个东西组织起来，所以我想过去他在这里的侍奉，他所投入的心血跟弟兄姐妹所建立的各样的牧养的情谊，我想我们大家心里都能够有所领受，也知道他所付出的。所以教会也在12月18号在崇拜之后有一个续别会所以我们不用欢送了，因为欢送好像哇你要行了 very good 没有没有续别 OK 就是我们没有 very good 了只是续别所以这个是2月18号，
当然另外我想作为我们因为这个华文堂是他直接牧养的一个群体，我们也在策划当中有一个所谓的宴席的一个欢送，详细的情况我们会让弟兄姐妹知道，也让我们能够报名，然后我们也知道多少人，好让我们能够找适当的这个餐馆来跟他好好的续别。OK， 这个是有关钟牧师，所以可能接下来大家来参加崇拜的时候纸巾就多带一点啦，如果要哭的话就尽量哭啦，但是不要乱乱丢，等下英文不怪我们弄肮脏了。 OK， 这个是钟牧师，另外还有像是我个人的事项我想这个不是我要调走啊， OK， 我还会留下来的，我要带着喜乐的心跟我的师母一起向大家做一个报告昨天我的第二个儿子结婚他我正式也升任做人家的家翁了，多一个女儿所以为什么我们不提早公布呢因为我们这次因为我的孩子在过去在筹备婚礼的时候都是在疫情当中的，照做疫情的那个指示，所以他们也觉得就是照做疫情了，所谓照做疫情的指示就是不用紧，不要这样多人知道了 ，OK， 所以我们就等着我自己的宾客在教堂的也只有教堂大概只有20多个人了，我自己的宾客，所以其他教会包括我们的牧师我都没有请，所以请大家不要怪我哇好练啊怎么没有绝对没有这个意思所以要澄清一下。好，个人的东西讲够了教会的东西我们的奉献所有的进口入口我们都有奉献箱，我们可以按照做我们的来自由的奉献，并且如果可以的话也通过二维码或其他的方式将我们的奉献向神来成交。好，我们的报告就到这里，我把时间交给钟牧师来继续带领我们。好，我们同样个人的事项要放一边了啦不要记得我就是那个疫情中的牧师。好，这是我们请弟兄姐妹们一同的起立，我们要来以这个奉献礼文感谢主，说我们在这里能够来奉献，不管是金钱的奉献、精神体力侍奉的奉献，我们都向主感恩。我们一起说：主啊，尊贵、能力、荣耀、显赫、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万物都是从主而来的，我们把从主而来的献给主。我们领受从主而来的祝福，愿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使你们认识敬爱上帝和圣子我主耶稣基督。有缘全能的上帝、圣父、圣子和圣灵所赐的福降在你们中间，常与你们同在。阿们。弟兄姐妹，这个时候让我们一同仍然的站立，我们要来唱我们的赞美诗《让爱走动》。飞起来，用你的心伸出你手，让每个灵魂再次活过来。See you.
的梦。我们的父神，当我们离开这个圣所的时候，我们求你的爱满满的来浇灌我们，使到我们能够带着你的爱在我们的社区里面来动，让这样的一份爱不只是在我们的配偶、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儿女身上，也更在我们的邻舍、我们的同事当中，以致我们能够活出你的爱。主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